大家好，我是 Space Yoga 的 Pola。 我们都知道瑜伽的练习不单单只是体位法而已，而是身心灵的修炼。也的确，在体位法的练习，我们可以很显著地看到、感受到身体的变化以及进步，而在内在的修炼就不是那么的显而易见。对于我个人而言，尤其在内在情绪的觉察更是比较挑战一些。还好多年前我接触到了哈科米，哈科米在帮助我做内在探索以及成长这个区块非常的多，而我也觉得哈科米跟瑜伽的精神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瑜伽会特别强调 Ahimsa 非暴力，而这也是哈科米的精神之一。我觉得哈科米跟瑜伽的结合可以帮助一个人开启内在探索的疗愈之路。 Donna Martin 老师，他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哈科米指导师，也是一位资深的瑜伽老师，而他所创立的 Soma Yoga 正好就是结合了哈科米与瑜伽。那哈科米与瑜伽结合在一起，一定可以赋予瑜伽更有深度意义的练习。所以我非常非常期待11月 Donna Martin 老师来台湾的课程。